分鐘噶嘛，呢一部列車噶嘛嚟到咗啦。咁啊，而家會用十分鐘嘅時間，會去到咧就係三藩市嘅市中心嘅，去到咧就係今日呢一個巡遊嘅呢一個集合嘅地點。咁啊，呢一度咧見到咧有幾架啦，用呢一啲咧就係高爾夫球嘅接送車嚇，呢啲代步車嘅花車啦。哇！呢一個咧就係彩虹氣球啊！